我们现在在游泳池啊，这个九楼也是绿豆 market 的那一层。那今天要在 Glacier Bay 啊，这个看冰河，所以我们找一个好的位置，可以躺在这个很舒服的沙发上面。然后呢，它九楼离所谓的 Little Market 啊，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食物选择的地方，免费食物选择的地方呢也非常的近啊，所以呢就可以去拿一些啊这个食物来这边啊，然后就慢慢等，等冰河出现哦，那边好像看到冰河了，看到冰河出现啊，所以很舒服的一个选项。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床哦，其实就躺着一整天，拿个这种棉被来盖。也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啊。刚刚有只鲸鱼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只鲸鱼，哇、wow. ！